现在我们是在青海的格尔木，我们是准备要出发走青藏线啊。今天在格尔木呢，准备帮鳗鱼买一套衣服啊，买一套冲锋衣。之前鳗鱼穿冲锋衣啊，一般都是穿我的那种蓝色的那个衣服啊，对吧？我得给你买一套女士的，不能穿男士的，免得有网友说啊，对吧？之前就有网友说，不给鳗鱼买衣服，对不对？我喜欢穿你的。哎，不能老是穿我的，给你买一套就是女士的，然后合身一点的哈。走吧，去逛一逛吧哈。没有你的好看。哎，还是想穿我的，那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去买一套，走吧。格尔木的这个户外店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晚上逛的话，好像关门，好多都关门了。在我身后的这个呢是探路者，鳗鱼已经进去了，去里面挑一下吧。对面白天看也有很多这种户外店的，但是晚上一看，对吧？现在七八点就全关门了。哎呦，这个探路者好像还在搞活动呢，进来瞧一瞧。你看它防晒呢？薄的。薄的冲锋衣，你会买厚一？买厚一点的吗？厚一点的也有这边。看一下厚的，这个太薄了。像这些都是属于厚一点的。厚一点是吧？看一下，女士的就是颜色都比较淡一点。是。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啥？试试哪？粉色。粉色。要不就白色。白色太容易脏了，不行。找个号凝试一下。你这一穿有点像那个啥，像风衣款，你别风衣款的是吧？对，大裙儿也穿也好看，你这个是风衣款的，知道吧？对，很好看，有点长款的是吧？对，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。这种的衣服你平时也能穿，很好看的。再给鳗鱼拿个短的试试看啊，就传统一点的。不行，我就穿你的了。你看，就这个，我们这个是男士的，男士的感觉，比女士的更有冲锋的感觉吧哈。换一套衣服试一下啊，把那个里面的裙子给换掉啊，这样的话穿冲锋衣才有感觉嘛，才能看得出效果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矮了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我问了。我感觉后面这个不是特别喜欢，有没有？还好吧。你这个出来的话还可以啊。是吗？我更喜欢后面这里。正面呢？正面还可以啊。感觉好小个，没不习惯。不过就后面那个褶皱啊，的确是和这个冲锋衣不搭哦。对，有点没有那么冲锋衣的款式哦。对，这个颜色，这个是蓝色。哪个颜色好看？这个转一下看看。后面就直一点。这个后面就没有那个褶皱了。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。两个颜色好看。每次来。我觉得这个蓝色还可以吧。蓝色可以。这里有一家骆驼啊，骆驼进去看一下，这感觉里面不像是卖衣服的。看一下的。骆驼里面。那个款式还是有点老啊，就是以前穿的那种哈，传统款。最主要这边呢，就是关门比较早啊。户外店的话，好像户外店是很多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一般就是八点钟就关门了。是啊。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到后面那个商场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探路者，我们去那个对面去看一下吧。看里面那个商场里面的那个款式多不多一些，走吧，从这里走。这是什么？新鲜的枸杞。新鲜的红枸杞，对，鲜果。就跟小辣椒一样。跟小辣椒一样。对啊，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直接吃，你尝一个。大枸杞啊？多少钱一盒？你尝一看看。15一盒，一斤嘛。当水果吃啊？直接水果，它就是鲜果嘛，水果。干了以后，我们晒干以后，平常我们医药用的、家用的就是这种的。是吧？甜的吗？甜的，你尝一个，你尝一个。新鲜枸杞还没吃过，吃看看。特别好吃，你看它，我这个都带果饼，它也坏不了。你尝尝看，酸甜酸甜的。你尝大的。哎呦，尝大的。这像啥？这像小时候像葡萄的味道。小时候吃过那种什么？果一样啊。它本来就是这个才咱们盆地特有的一种果子嘛。黑枸杞和红枸杞两种嘛。是咱们这边15块钱一盒，拿一盒玩玩。这不能放吧？没，这个你放个3-4天没事。到这个商场的天啊，
哎，这里还有一家户外店。嗯，这个颜色呢就比较花一点哈。这花，这感觉每个冲锋衣都长一样的那种啊。是吗？嗯，男女老少都能穿。我觉得还是你的那件好看、啊。是吗？你看这店里的就是这种男士冲锋衣，感觉就有这种感觉哈。那还有这个色。这个色。这个色你敢穿呢？这个色有点我觉得我还是穿你的吧，我也不经常穿，就冷的时候披一下。冲锋衣耐脏是吧？嗯，我说我的那个冲锋衣都耐脏是吧？对呀、啊、还耐脏又耐看。哎，人家上次还说问我在哪里买的，我是穿着你的是吧？那应该就是还是比较适合我的是吧？我觉得我适合穿男装哎，算了，把这个冲锋衣的钱省下来，给你买条好的裙子吧，好不好？到西藏穿不了裙子了。可以，西藏怎么来着？西藏这个该穿裙子穿裙子，是不是？嗯。一件冲锋衣可以买一件很好的一个裙子了哈。是啊，一件冲锋衣还要1000多。不是我不舍得给你买的，是你自己不要的啊。1000多，2000多的。我给你那啥，我给你省下来的钱，我给你买个裙子，好吧？好，给你买裙子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哎。买冲锋衣失败了啊！我们逛完回来了，吃饭的时候还给大白打包了点肉哦。哇，我们今天吃的什么来着？吃的那个叫花鸡，给大白留了两大块鸡胸肉。嗯。爸爸下来吃吃吧，它是不是叫了？嗯，闻到肉味了。小心点啊！放高，走。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啊，哎呦。兴奋啊！哎呦，知道吗？哎呦，都说话了！哎，好，快点，小心点，没有绳子啊，小心点。那我拿给你，不能动，乖乖的啊！来，出门在外呀，啥也不能忘了大白呀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慢点吃哦。我们回来给大白带东西啊，然后呢，他就特别的开心。嗯。不给他带东西的话，他就，就理都不理我们了，基本上。苦瓜脸啊。是啊。给你带东西吃是吧？啊，来啊！哎、哦、呦，这么大块肉，来慢点，嚼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嚼一下，哎呦。